新北市的这个幼儿园的事件呢，我想全国的人民呢，大家都非常的关切。那这一件事情呢，已经经由这个检调呢来进行这个调查，我们希望司法单位呢能够尽速的调查真相，然后给国人一个交代。对于这个幼儿园事件发生的时候，我想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怎么样来确保这一些儿童们的健康跟安全。所以我在这里呼吁我们新北市的侯市长呢，能够都用点都留心呢，在怎么样促进这些孩子的健康上来做最好的保障。那这也是我们大家最重要的这个期盼。那我在这里也要再说明，确实政府呢为了要做好打诈的工作呢，已经推动了这一个新时代的打诈行动方案1.0版，那也成立了这个防诈的这个办公室。那我们要全力来把这一件事情做好。我想防诈的工作呢是一定需要中央与地方，还有呢中央跟这个民间呢大家一起来努力。我们少一点口水，多一点努力，我想才能够把打诈的工作做好，来符合人民的期待。